陈毅老师出生于武术世家，他是陈氏太极拳一代宗师陈发科的嫡孙。他的父亲陈兆奎也是国内的太极拳名家。陈毅老师自七岁开始学拳，十岁便随其父到全国各地参加表演比赛。他深得家传要诀，功夫真红。经他培养学生已经近千人，其中有不少学员在国内外各项大赛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。